关心世大运的消息，台湾混双组合叶红卫、李嘉欣在世大运的四强战以21-13、21-14击败了日本组合，闯进了金牌战。加上稍早李方志、邓淳勋也晋级，等于7号的金牌战将上演台湾内战，确定今年世大运的羽球台湾混双将是金包银。另外，网球混双也传回了好消息，吴芳贤跟许玉修打到了决胜盘，超级抢食，力退了地主队中国，带回了混双金牌，同时也让两位选手都获得了双面金牌。除此之外，这也是网球代表队的第7面金牌。